过啦！老王通关自在天魔，耗时6个小时，最终召唤出神宠，遥遥领先。黄蟹说：“看看他的杀那个自在天魔专用的宝宝，最后全力冲刺的时候是3229加攻击天赋3400，一致还能加10%，然后还有150%的灵刃。谢呀、啊！”王蟹说：“你看看这个成就吧，轮回镜杀14个成就。”王蟹说：“这才叫真正的遥遥领先。”王蟹把你那5开站在一起的截图给大家看看啊，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啊地主家的傻儿子。哎呦我去！哎呀我去，兄弟啊，你用这组5开，你家一个月的电费都得比别人多他妈30块钱，还有多少钱？你们算了吗？那差不多，算过了。最多带个八百多，那我出黑色泡泡了。泡泡吧，兄弟们，我出黑色泡泡秀一把，等会儿要过不去，你们可别他妈喷我，预测就正常结算啊。对。哎呦我操，这一下牛逼！我再不出泡泡来不及了。哎呀，对面破防了，下回合烽火。自在天魔第7层第8次。给我泡泡打个野兽，谢谢。我这泡泡，我跟你讲，挂碎甲你们的伤害输出是加倍的。我该发生特点了，归到100金蝉。给我加，加我这毒蛇就2000。别，要不然。先让你看一下自带天魔，以后有机会领你看蚩尤。我今天我不是金蝉灵气，今天一天用了100多点。不是，把一辈子没用过的灵宝全都用了一遍。平时这组号也没啥机会用灵宝啊。给队长加一下吧，你不想再打了。我操，我不会，我金蝉不会自己跳吧？你跳不跳不关键。不可以，挂碎甲碎碎，这个碎甲看不见我，碎甲在我上面啊，他个子太高了，对，应该加上了，应该加上了，攻击一下就上来了，这个输出嗷一下就上，黑色泡泡牛逼，我晋升了，我晋升了，行，有点可以看，还有点慢呢，他说，冲，最后2回合了，嗯，快了，别看表面156，是因为别的宝宝有真阳，我的宝宝没真阳。有真阳根本不虚他们。最后一个火也走不了，跟那个石头。给队长喝酒吧，可以了。哎，进去可以，进去进去进去。杀他！这要是杀到马上结束了。杀他！你要二团 A， 直接就行。啊，好。这要是队长死了，我电脑都得砸了。哈哈。挂他！哎呦，不会了，我也死。再一个队长，男队长合适。尽量群规，不要去单点，要只爱自己。还有最后9回合，挂！告破！孔雀看挂没挂上？看没有。哦！哎呦，我咋过啦？哎，咋没动呢？打野，打野，不会队长在对面不算过吧？我靠，冲破轮回镜第7层。看看我来领一下奖励。哎呦，可以，你当我输。来自于系统最高难度任务的无上奖励150的制造指南书。